现在阿尔敏过去了，这个东西到底多少钱？你们知道吗？而且刚才我还知道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情。天哪，这也太小了。对，这上面甚至可以看到螺纹。这比虫子还小呀。对。这是教学用的树脂。后面一家就是卖两个东西，一个是填充牙冠的那个胶，然后还有一个是清洁用的，看起来像小火柴一样，它的头有点圆圆的，然后扁细细的。然后后面我刚刚看了一下那段视频，知道哦，原来它就相当于你以前牙齿出问题那整个都拔掉，现在不用了，现在相当于你把那个有问题的地方给处理了，把它牙神经给它弄死了，然后之后呢给它清洁了，然后之后再把这个胶补进去，让这个牙还能保持你这个原装牙继续在用。那个东西就干这个的，我说那个啥材质的，他说那个是一种胶，它很细很细，很小很小。然后你看到我刚才拍的这个，就长这样，就是那个东西。这证书齐全啊！就后面这个摊位，你们知道现在看病的这个椅子要多少钱呢？就在很多很多年前，在我们北方的18线小城市，然后有一个朋友开了个诊所，家里给他凑了10几万，买了一个二手的这种医疗的这种躺椅。你们现在20年过去了，这个东西到底多少钱？你们知道吗？用的躺椅2万多就可以买得下来，全新的，国产的。然后我就跟那个摊位的人聊了一下，他是佛山的，他说现在这种医疗躺椅可以实现了全国产业链，就像在佛山这一个地方，你就可以不需要到别的地方采购其他的耗材，就可以组装成这一个东西。然后这个医疗躺椅这一类的是属于70%的厂家都在佛山。然后他就说我们国家最早的一台医疗的椅子是2020年左右生产出来的，就是在他们佛山，然后后面才有了这个产业链的起来。最开始必须靠进口，我们国家真的是啥也没有，一穷二白呀，什么什么技术也没有，什么什么材料也没有，真的是经过这些年这个工厂人的这个艰苦奋斗，把这个产业链硬生生的是连起来的。说到这我还有点自豪呢。像这种摊位可受欢迎了，就是卖一些小器具器材的。是二馆，这个馆就大多了，感觉里面都是一些国外的医疗。摊位挺有意思啊，他准备了好多小礼物，就是点赞、合照、分享，然后这就能拿到一个中国这边做的一种挺有特色的一个小容器、小瓷杯，然后那小盒子上面有那种很好看的那种图案，然后看起来就是特别的，就是中国产的东西。然后这个互动是我见到第一个跟老外互动的，其他的都是跟国人互动的，你什么点赞转发，然后打卡，然后什么多少点赞了，获得什么什么东西。然后这个点赞是我第一次的，我觉得之后出国参加展会啊，或者是参加这种外国人多的，可以去考虑学习学习。像这个摊位的人情玩偶也挺多，你看这还有一个。再看地下通道是什么。这个馆比这医馆人多呀，是医馆逛完都来。
很专业了，他上来就问这个怎么扔，我全是白说，我一句也听不懂。然后他就是个专门的医生，然后他说什么大骨粉，他分大颗粒、中颗粒、小颗粒的。他说之前那个颗粒补进去的话有一点太大了的感觉，也后面他说现在有小的细的，就这个就是细的粉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反正太专业了，一般牙科医生会用到，我是搞不清楚的。我感觉现在的医疗它是发展的很厉害的，它尽可能的保持你的原装牙不动，然后在这个原装基础上能给它修就能给修，能给它补就给它补，就尽量不动原装的东西。然后呢，这些所有东西都是依靠保留原装牙为基础的，种植牙是最后最后最后的一个无奈之举才会去种的，把你的原装牙替换掉。而且刚才我还知道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情，你的原装牙替换成了种植牙，那么你已经就享受不到食物的乐趣了。食物对你来讲只是补充你这个身体的一个填充物，让你身体不至于死。就像你已经品尝不到各种食物的味道，酸甜苦辣，你什么味道也体现不出来了。你这牙齿对你的作用就是咀嚼，嚼碎了，让你身体更好吸收和消化，就这而已。所以能不动你的原装牙，就不要动你的原装牙。这个是给儿童的，看看装修风格，小树、小云朵，粉色、白色、黑色。打印完之后它像那个小馒头似的放到水里边，我们支撑材料很牛的，我们支撑材料是水溶性的，对，你看水溶完之后我们出来的告块，然后再经过一个烘干加热烧结，整个过程不需要人工介入，好牛啊。我们只需要五个人就可以完成每天2000克的产品，好牛啊。那是这边有个那个小白点，你看到没？看到了，是一个种植钉，上面是有螺纹的啊！我还以为是那个，天哪，这也太小了。对，这上面是，上面甚至可以看到螺纹，这比虫子还小呀。对，
而且像这个我们打印出来的这个氧化钢的这个紫箭头螺嘛，它是可以转的。怎么转？就是真的能转。天哪！说明什么？它里面的每一个珠子大小都是均质的，而且这不是组装的，是一体打印成型的。天哪！它里面的珠子蛋白小一点会脱落掉下来，蛋白大一点整个就卡住就转不了。对，它每一个都可以转。后面我们打印的精度就是完全可控的。哇塞，我刚才去的那个太厉害了，他们能 3D 打印氧化锆，然后打印出来那个东西非常特殊，当然成本也很高，而且他们那个工艺是自主研发的 3D 打印机，那一台机器有1000多万， 3D 打印1000多万，然后他们有三四台，之前已经上市，感觉真的好厉害，是杭州的一个公司。它打印出来的那个 3D 真的是非常非常之精细，而且正常的它那个属于技术最高的，跟惠普打印 3D 打印机是一个原理的，然后它一圈一圈就整个打印回整个打印器的是那种叠材的方式，然后打印出来的我细看了一下，甚至比用模具做出来的那个东西还要精细，非常非常的不像 3D 打印，就非常非常的精细，而且它那个龙啊，你就知道，你就是如果玩 3D 打印，你肯定会打印一个龙，如果不考虑增材成本的情况下，然后它打那个龙非常非常小，也就是两节手指骨的那么的长度，然后但是它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灵活，它甚至用那个东西打印了一个指尖陀螺，哇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让我吃惊，然后它还打印了一个小神兽，它底下是叠层的材料的，然后我还打印了那个骨头，然后很坚硬，他说正常来讲的话是中空的，但是因为这是骨头放在人体里面的，所以他们会打的实心的，不是中空心的，那也就是平平无奇的一个鱼。对的呀，但是你这样看内部它是都是有结构的。什么结构啊？这是有东西的。对，它内部是有结构的，你看有很多的小鱼。看到了。它就是网状结构的，对，它内部有这个结构。哇塞，今天这个展会真的没白来，有很多这个口腔方面的空白，就是恶补回来了，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今天观展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拜拜啦。